给贝尔一个三脚架，给长发一个三脚架，再给贝尔一个平衡鹰，给长发一个平衡鹰。你们两个不是都想当小白雪的姐姐吗？那你们就来一场比赛吧，谁能把平衡鹰平稳的放到三脚架上，并且让它转起来，我就让谁当小白雪的姐姐。好好好，我先来，我一定要当小白雪的姐姐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使唤她了。我要让小白雪给我洗臭袜子、刷马桶，想想都开心。不就是让平衡鹰放到三脚架上吗？我一定会把它平稳的放上去的。一二三，啊，怎么失败了？太好了，现在该我长发了。我长发一定要当小白雪的姐姐，因为我好喜欢她呀。我要给她买好多好吃的，还有玩具。哼，长发，你想得美，我都失败了，你也不可能成功的。贝尔，你就等着看好了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我现在就把平衡鹰给拿起来，我要把它放到三脚架上了。我要慢慢的放，轻轻的放。一二三，哇，太好了，放上去了，还转起来了，我可以当小白雪的姐姐喽。